仙女吸引蕾李莎，拥有深邃五官，热爱跑步运动的她，经常大方秀出结实身材、健康形象，吸引大批粉丝关注。不料日前她发文透露，收到了来自网友的骚扰私讯，只见骚扰者开黄腔表示：“美女好骚哦，好想射在运动内衣上。”蕾李莎马上警告对方，称自己已经掌握对方的真实身份，也知道对方的居住地，给对方一个道歉的机会。该名网友见状直接认怂，秒道歉，称自己只是开玩笑，以为蕾李莎不会看到讯息，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做了。蕾李莎仍旧po出对话截图，直言性骚扰不是玩玩而已，也提醒把性骚扰当有趣的人，自己不会容忍这种恶劣行为。他不仅会提告，也会确保骚扰者身边的人都知道对方的作为，强硬态度获得网友赞赏。